真的我们需要就是长大先建高，先慢慢慢解决。那至于迁建的，因为民党已不来了，是他们老是尊重我们市长那个权限，那我们需要用这个方式来补选我们需要一些新的居住证的，谢谢市长。不能抱怨市长要有地下跑道了，地下墙角要加速处理。就是要跟桃园市政府要交沟通，政府要如何来处理？所以，对，还有这样哦，就硬把你在这个讲，他们说要做的就，我想讲的问题是要并在这个重案局长签件里面处理。那只要重案局长在呢，他那个民航局的限高规定，那个一个都动不了，明白吗？因为那个去年那个陆军航空空难以来，一个空姐一刚飞机。因为撞到大楼，我想撞到大楼，说台湾九一九幺幺那一幕就在台北市上演的，跨起我记得，我刚在某一栋的大楼，那栋的大楼我吓，挨尾出来的，所以你这个问题啊、哦，对，我应该跟那个，因为当时是林务市长在处理，我应该跟林务市长，我那个专案小组应该马上，既然新政府成立，这个可以加速去处理。啊，我讲哦，这条我既然李长有提前，我们马上去，我想来处理。